坚持自己一啲认为正确嘅信念，咁就会有一啲人去出现去支持你，然后你就会睇清楚好多嘢，好多身边嘅人。但系当你需要鼓励嘅时候，同你相同谂法嘅人出现去鼓励你，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啲缘分嚟。佢嘅谂法唔同，我嘅谂法唔同。既然系咁，我就唔说服佢，然后听下佢讲，我先会真正明白佢，总好过我一开始就好似同佢要打仗咁样同佢拗。唯有尊重佢嘅谂法，大家先至可以继续同行。